现在谈一谈万来仙老师这个自然门的打法的特点。打法的特点还是从动静无始、变化无端、虚虚实实、自然而然。动与静没什么开始不开始，打法说开始就开始，说止就是。这是自然门的一个特点，它要求的步伐轻灵。 圆滑轻巧快速，一招一式怎么打？所以说它的特点有这样，再一个就是不招不架就是一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架势，你一来我可能就一下子一来就可以打，不可能说哎呀要怎么样，看对自然的来跟自然的去，这就是自然门的一个特点，没有事。 啊，常常这样子，老师经常讲，再一个出手软如绵，碰上硬如铁，这个是手脚，就好像，战场上锐利的武器一样，你手脚不够，硬度不够，你打击到人家，感觉不怎么样。你如果手脚锐利，啪一个戳，好像说扣如钢钩，刺如刀，你能做到这一点，恐怕。 在打花上就起到作用了，就技术跟功法结合打起来才行。好，再一个就是，圆着，拳打脚踢，近着肩肘往胯起，都要配上，既能打退也能打，粘上了也能打，哎，你要粘上门了不行。再一个里打我也打，按现在的视频就是说，打迎击的。 你进来很凶，我也进去，你可能进来，我也可能进去。在这个情况，脚也要发挥贴身靠打的情，这个技术特点。不管圆也行，圆着拳打脚踢，近着肩肘往胯踢都要起作用。这个简单一下讲一下这个。 自然门的特点就包括这样的基本几个内容。现在啊，练一下这个释放反手法，啊，这叫释放反手法，叫手法。你可以前脚，不要双，尽量也不要有双重，带虚的也行。哎，你要实，后面肯定要虚，你才有一个回旋之地。打起来没有回旋之地，那就是笨蛋。 啊，两腿都一定要有回旋之地，对，拳前拳是保护头部跟脊柱的这个两个相对的应用作用，护手是啊，注意反手下面胸脯以下都有这样反手动作啊，人不要太直，偏蹬一点，好，这是基本的。 释放反手法的概点，但是神态一定要看着对，我，你不看到我一到一动手，你到底我是起腿起的，你这个神态神韵看着不出来，还要姿势那不行的，啊，这叫释放反手法的基本特，我们这个动作就绝对不能变的啊，不能变的动作，释放反手法哈，你看。 左，我是左拳在前面，你也是左拳，我进，你看你就退，我右拳在前面，你也是右拳，你看你进，我退，你再进，你看我也是在退，但是要求呢，要求动作要离力，步伐，你这个直线不能超过这个后脚的脚尖，明白吗？这绝对不允许的，但是眼睛绝对要平视，你对方。 人在哪里，你对方人在哪里，这个要清楚啊。突然一下，突然一下，那不行的。脚，啊，这样90度嘛，120度，再这样啊，护手。前后的这两个手，前手可以垂直，可以直拳可以打，你看摆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下大也行，对，下大也行。你带，你看带，挤，你看这个可以是挑了，啊。 这还有你看架也行，格也行，下大也行，拆也行。这前面这两个手起这样的作用。
你看你踢摆踢就起这样的作用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就会后手就起，后手，你这个后手现在跟你讲后手，你不要推了，后手你副手应该要懂，这个是档位都是空档的，你看这个动作以前前档都保护可以黄可以急，那后手起什么作用呢？也是起黄。 啊，格挡这个动作，但它也可以急，前手急，后手也可以急。那要求这个手滑基本讲了，你要现在就头型要注意了，下蹬。对，基本一旦开始，你稍微都也不要这么太蹬也行，看自己情实际情况，含一点就行了，滑步，那正确或者。 叫做紧密的配合，那配合什么呢？配合打滑，啊，这个就很关键了。一个边现在是讲左，它是右边。如果形成左边，那我如果走旁边，你也走旁边，这是本门的。那不是本门就不懂。你看，如果要形成走云，就这样。我不走云，我可能就走直线，你要怎么走，就变成这个动作了。哎，眼睛看着我。 眼睛看着那干嘛？全在那一拳头，全在那脚在那里。你看着我，我盯着你，我才知道你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你想什么，可能我就看你的眼睛就判断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就比如要做个动作，你看我拖腿到了，我根本不要去看腿，我就看你的眼睛，我腿就能到。啊，这是一个身滑步的整体的协调性。 但是在自然门里面的这个动作叫做四方反手法的，个的，哎，又叫车轮御敌法，啊，这是整个架子的起点，可以说的是起点，任何动作做完、打完，都要回旋到这个架子，叫做四方反手法。你不懂得回旋，你就不懂得打法。 随便打一个动作，踢个腿，你还是回这个动作，不然打一个拳，哇，没了。对方进攻闷了，打任何一种动作，打前也好，打后也好，打右打左都好，你最后这个动作都变这个动作，打完有一个回旋之地，哎，再攻击，再打，离不开上下左右虚实吞吐浮沉。 那就这个整体看起来是没什么特别的作用，但是相当的关键，啊，相当的关键。当你出拳也好，出腿也好，回旋之地一定要清楚明了，切记的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就演练一下连环竞技法。 啊，他的运作是在基础在四方反手法基础下面，他在千变万化的，不一定要就是如果下一个是什么动作都可以，但是下一个招就是练，演练一下连环竞技法。你看，连环竞技法是在对方，你看我这样没这个对方没有还手的情况，他对方急了，连环竞技法，连环就是他耍他，你看，他如果这样的动作，你看我啪马上是连环竞技法又收回来了，一拳两拳。 是左右的，你要迅速提起。当对方不技能的时候，换下的时候，我突然间这个机会来了，啪啪两拳，大家马上收回，又是四方反手吧，回旋。他走走走，可能也你看我前进了，别这个动作了，再前你也可能前进了。你看，突然间他头换下了，我可能马上就战机来了，我就可以打。那要求呢？ 前拳迅速出击，第二拳迅就是碰到第一拳，如果一旦碰到挡住了，我第二拳再进去，这叫连环进行的动作，步伐、棉步跟耳根，一旦急到跟没急到，马上撤回。如果对方再进攻，有可能我可能变成下一个动作了。所以刚才讲的就是单向这两个动作，啊，要求步伐，你一旦算好距离角度。 如果我换下你也一样，你看啪。
踏踏两个，打完马上回旋，打完你不可能又要放在那里。这个就是一个特点，你看你演练一下，演练一下连环击方。回旋也不要这么低，稍微高一点，太低不好。对呀、啊，一二回旋，这个角度你不然太直，太直了你再急怎么急呢？已经力全部发去了，回旋都要留一定的再发去的力，这叫回旋。你没回旋以后怎么打？就好像打完了你不回旋，不回旋你没打，刚刚好，太直了，太直了你再发拳你没劲了，你肯定再发拳你还要去收。慢了一拍了，啊，连环计划就在对方空档前手空档暴露的情况下，连环在运动中，在运动中，你看我在运动中本来是这样动作，对不对？一旦暴露这样变成这个动作，马上突击的，对，回旋，你又这么持这么长，这么长以后你碰到又其他闸，回旋一点，120度，两个都在运动，你看左右边。你看，这就变成这个动作了。我一旦变成空档了，对不对？你旋转战机要看到两下，连环计划是两下，走，眼睛看着我。你看运动，我们又在运动了，对不对？运动别跑那么远干嘛？你一旦你看换下，我马上就找战机打你，一打完就回旋，演练一下连环竞技法。不还那么大干嘛？你拉那么大，带有一点虚步哈、哦，眼睛平视，过了太大了，很容易变粘住了。你太大了，不很难启动，失踪。眼睛看着这边，人在这里呀，我人是在这里，你看着那边干嘛？这个就是我的头部。对。一旦有空档，你看这个空档了，对了，就两个头部寻找战机，就单向的左边，你看旋开旋，以空档的打，对吧？空档的，哎，空档的就打回旋，哇，换边也行，你看换就变成这个动作了，还这个动作，哎，不要紧张，正面就是正面，不管怎么打，千变万化，这个动作都在变的，只是说。哪里有空档就来哪里，你这个地方有空档就打这个地方，这没空档就没空档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没空档，要求站好平视，人在哪里？刚才是我空档了，你打得到，就是因为我空档了，第一圈没打到，第二圈给你打到了，回旋，你不打，打完马上就一沾就打，一打就走，体现这个特点出来。眼睛拉这么长干嘛啊？步伐整体是行的，就是打的动作，你看我是这样的，可能你也打不到我啊。那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作的话，一进去刀就打了吧，一二回旋，好，现在左手右也可能旋一下，你看也可能旋了，跑那么远干嘛？就这么低，这么低，嗯，转，啊，一旦我空档了，空档了还怕？我这样进去空档了就打了，回旋，对，就这个动作，一旦空档就打了，所以要在运作中抓住战机。你在运作的时候一进去跑都来不及，那不行的。稳稳扎扎的，看你这个动作到底距离，在看的时候距离要算清楚。刚才讲的是静止的，现在是动态的讲，这是静止的，这是动态的，可能就连环击法就两个动作。那下一招叫做闪身下扎啊，闪身下扎专门配这个直拳的。破直拳的动作，一旦直拳来，你看闪一下打，因为我们贴沙掌几乎这个动作的手臂啊都相当的够硬的，当然力量也有的话就专门破直拳，一旦直拳来打啊，我们现在示范一下啊，你看
一般都是从这个动作，我们这个动作是绝对的动作，你看一旦完成，你看啪，对，变成这个动作了。好，你看重新走走，啪，就这个动作回绳，一旦空档他就要进攻，在进攻的时候你看砸啊，我收，对，他也在收，这个左右哈，那左右呢，右也是一样，你看在运动中一旦破绳砸回绳，砸完你要啊，你做一下这个拳种，做一下点，对，点拳要快速，你看点拳啊，点拳你要这个动作要快速，敌人在后方，对，就是你要一旦破阵快速，你要眼睛看，首先眼睛一定要看对方啊，一旦空档出来啪打，必要就变成连环竞技馆两打嘛，那现在专门就这个就是专门一打，你是专门一打。好，那闪身下招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就对方过来，你看很难了，你看我砸，对，闪一下，本身有闪嘛，你看打我一个有一个闪，你应该把它打到这个地方，不然我就完了吗？我再闪一下砸你回旋了，我一砸收了，演练一下啊，砸回旋，一旦这个动作对方来砸回旋，有一个闪，这个动作你看吞一下，这个拳离开，本来拳在这里，拳在这里了，闪一下，闪，这个方位，对，你看你来了就打这个方向，快的话可以脱壳，好，现在演练一下，演练要闪身下砸哈，上砸，眼睛看前面，回旋，虚步，现在要做动作，砸的时候你要选一下，带虚步砸，对，回旋还原，任何动作打完都要还原，现在就这一个动作，闪身下砸，你看本来是这样动作，两个是在对抗的，对不对？我进去的时候，你砸是在做慢动作呢，刷，对了，回旋。进要有进，抓拳，去拳头下一架走，你砸完要懂得回旋，砸以右力打，方向正方向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树是你，这个树是对方，这个是拳，做一下砸透回来，你还不砸完不是退，还原是这样，并不是还原还到前面去不行的。这样弄的你双重是这样，你看回旋砸，可力呀，不是专门是肘的力，也带有背的力、腰的力，最终的力是在脚跟发出才有爆发力啊！你单单是这里的力是不够的，要发的腰跟肩。地上发出来的力才形成，你看形成不力在这后面后脚了啊，对，砸完马上还原，对了，你砸的时候有力量在这个角度的马上还原，可以，还可以起腿，你看一旦砸完还原，我还一起这个动作就达到了啊，打到完马上还原，还原还有其他动作，也可能是上吊地打滑，对不对？也可能是上吊地打滑，也可能是木臀香骨啊，看对方的变化，但今天现在练的就专门练这一招，闪身下砸，反向不要晃，反向直线都是这样成直线啊，练一遍，步伐有没有还原啊？刚才讲的力呀，力一定要从腰，最少是要从腰上出来，你看手软软，感觉手软如棉，但是碰到硬如铁，对，对，现在进出来了，对，在那边回旋，眼睛看前面哈，你不要看，我现在在讲解，你去看他，这里是就是敌人，一旦这一空档出来了，杀砸回旋，不要双重。不要有双重动作，你看，咚，闪开，砸完，你看还是这个动作。
因为这个是要等齐腿的动作了啊，他再进攻就可能齐腿。敌人在后方，做一遍闪身下砸，眼神看着我，闪身下砸，对，对，砸，砸就这个动作啊。我前进呢，走呢。 我也可能要在运动中间，你看我一旦这样，砰，进攻了，空挡了，空挡了，对，就砸，回旋，你看，对，进攻，对，在运动中，你要现在讲静止的，一旦在运动中，在打的时候，在千变万化，运动中一旦头部空挡一出来就可以砸，不然我要走，我走在寻找战机，走在寻找战机，往这边也是，你看这空挡了，哎哎，就打。 这是静止，在运动，我可能也跑在这边呢。你看一空打，对，寒生就这个动作了。好，你看练一下，在运动中怎么做出来？钻破直拳，在运动你看我在走，我们这可能在走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一股的，对对对，对，我往这边呢，哎，你一旦空打我进攻，对了，就这专门砸这个，我在这边哎，你看。 打，哎，要打进来，你打这边我不打你，你情况下又砸你干嘛？好，重新练一遍运动的，走人，闪躲，打，你看看你这有魔力呀、啊，魔力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对，闪呀、啊，我在这个方向，打就在这个方向，走啊，嘿嘿，你看我这个动作，你看，哎，砸了，走。 对，啊，砸对，回旋直线，回旋直我直线，你也是只能配备这样子动作。哎，我下砸，你一下砸，对，就这个动作。那现在最后也练一下，最后一下，用自己运动看，敌人在后方。 退步，也可以进，可以退了。敌人在后方，有一点带有闪的动作，一定要有闪的动作才能砸。对。现在拍这个动作叫上跳击打法，啊，上跳击打法呢，它的特点主要的是。 打迎击，当对方拳来的时候，啊，当对方拳来的时候，我们迎着打，一般人要拳来是退，我们不退，拳来我们也打，就叫里打我也打。按现在术语就叫做打迎击，你打我也打你。啊，现在我演练一下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动作同样动作，当对方拳抛来的时候，我跳开直接往前打，打完就走，就叫一张就打，一打就走。 演示平方，脚还是烂步烂步的，我们这个步伐就是它没变的，步伐就是没变的。预示动作，对方，你看这样斜的哈，你跟我旁边，你看这个动作，对方拳来，摆拳摆了，大炮拳抛到头了，跳开前进打，收回，左右都是哈偷打，敲打，回旋，前进也是一样。 前进也是一样，后退也是一样啊，后打，啊，你像演练一下，上跳击打滑，打，回旋，可以有掌，有掌也可以变成，跳的时候用拳，打完回来变成可以变掌，啊，也可以变拳，两手要大约在同时跳的时候同时步伐。 步伐手法同时上，手伸步眼，手眼身滑同步走，步位小二，嗯，好，停，眼睛平视，对了，这个动作现在不能，前额拳只要是保护整个上面动作，上左右上下保护了，对方没办法进攻了啊，你看。
我家就直接没进攻，没办法进攻了。你先练一遍哈，上跳机走，走，一样，对了，然后再来一遍哈，动，回旋，离打我向开，对，就在这个方向啊，走，这个方向，好，不要离太远，过远也不好，对，就这个方向，过不前进，就这个方向，你看我前进，就这个方向。 我抛了，打，回旋，过步，你看我抛拳了，打，对，回旋，就在这边，好，再练一遍哈，上跳就要走，要求眼睛看这个部位，鼻子、下巴，啊，是往上的，你要立即，你要在往上的方面走，同时，你。 直线的，不要走歪，直线，蹬一点，这个动作猫一点走，回旋变掌，因为这13练的话嘛，可以也变成单，也可以变拳哈。慢一点动作，要力，收，虚步，你看这个动作又可以保，脚也可以保护了。现在我们是专门手，对不对？你看手心要先练好，过步前进一，对，两个动作要好清楚，这个就随时可以走。 对，摆可以走，你看跳可以走，带也可以走，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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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可
抛，对，走，运动中走力，对，回旋，对的，走，抛，对，回旋，换向，抛，抛，对，记住要有顶捏，一定要有力，收，没劲的话，不然连拳带，你说的没劲，这连拳都打进去了，所以这个劲一定到位，到位，同时到位再打。好，再演练一遍。好，走，要用眼神，眼神对着我，对，敌人上方，过步前击，敌人上方，对，专门防御，这个动作专门防御，专门防御就是大炮的动作，啊，迎击的动作，你不要因为过步前进，不要因为敌人打来了你想走，就是迎击，对了，啊，打出去，收，记住这个大炮旋的记忆动作，但是要求步伐烂步，烂步，手法要跟着走烂步，左右都是。那进攻前整线直线不行，就要老弧线，老弧线的走，你看就老捞着弧线走，啊，捞弧线走，对，基本行了，我想打了，你看，抛，回旋，抛，回旋，过步前进。可以，这个步伐可以，你看不要过步的，跟步也行，你看跟步前进，跟步前进，跟步后退，跟步后退，一旦回旋这个动作，回旋换边，我跟步可以打，对了，哎，再走，不行接着走，眼睛看着我，回旋，对，也可以，不一定也一定要回旋，也可能是走开，我马上再缓过来，对，这边动作你走向了，走反向了，对，抛，对，就是这个动作，走，再来一遍，快速走，回旋，回旋也要快，对，哎，这个动作就出来了，这叫上挑击打法，要求急速的步位要到位，步伐的千变万化，但是又不离其中，烂步烂步，跟释放还手啊。
这个动作呢叫大抛拳，啊，主要呢是以防，这个动作叫大抛拳，主要是防直拳，一旦直拳来闪身抛拳，可能现在按现代的可能就叫摆拳的动作，有一点但像摆拳的动作，啊，我示范一下哈，人这个在这个方向啊，直拳来，你看抛拳，但要求呢，嗯，全身放松，眼睛平视，两眉是对方眼睛，圈成呼吸拳啊，呼，你看这里有个生化，吞、吐、呼、沉，在四方反手环的基础，你看在波之之上波波抛呼吸拳。好，你做一下，跟着我做一下哈。你看，在这边，你看抛回旋，敌人在后方，你看也是抛退步，你看步是活的，方向由我们步伐来定。你看抛前进，你看也可以，你看抛拳回旋，你看抛回旋，敌人在后方，你看敌人在。你看，按他的对方，要求虚步，你看正向45，哎，虚步在这边，也不要太低，你不一定太低，稍微偏低就含一点就行了。拨，你看拨，抛，接住了，吞，这个一定要收，你不收等一下直的再进攻你没力了，你还在收啊，这肯定要收。抛抛，你看在这个方向回旋，敌人在后方，对，方向要转过来，你方向没找到位，对，接着抛，抛在这里收一个，接住这个头在这里啊，走，俯卧撑要到位。你没到位，看吗？你看一下啊，你为什么没到位？脚没扣45哈。抛的时候，你看这要摆起来，力从地上升就产生出来了。你看抛的时候，这样力从后脚整个把人弹出去，成为带有弓步型的。你看，本来从虚步，你看啪，好，你看再跟手配合，你看啪。力就出来了，回旋，练一遍。停，你要懂得定跟动，这是定，动的动作，这个是静止动作。好，敌人在后方，拨抛，停，不行，抛完整人体跟步伐跟都要过来，哎，伸缩吧，好，伸出去，缩回来，你打完不走，你找死啊！好，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哈。那现在再做一遍，你停一下啊，停一下，这个，眼睛看这里。已经不能看斜面了，人是在这里哈，步伐要求落地脚呈虚步45度，下面是轻的，当然也不一定要求很高，很低也不要。好，敌人在后方，你转过来没转，就方向有斜了，你还是这个人正面的啊，高一点没关系，走，你低当然很好。但是问题呢，要下个动作启动，你要都做得来。你太低了，下个启动做不来，你低了也没用。那一步是现在要做运动的，我们这打的是运动战，不是实的。教学的我现在可以做慢动作，那一等一下你要快动作要做出来，嗯，对不对？力要一个控制，你不要打得太过，太猛了，等一下自己控制不住了。取个力点，他要投在这里，你力只能到这里为止，啊，接住了。回旋，你不要抛，自己人重心没有控制的，没有重心的你怎么打的呀？对了，吞，人要吞回来，
吞回来，这个手还得在这里，就形成这个动作了。好，现在记住了，角度，所有的步伐的角度你一定要，进攻的角度也要到位，回旋的角度也要到位，你不要打完跑到这边来，那这个怎么，我这边全部暴露给你的，我打完你还是在这个方向，你不要打完回旋的到这个方向变成你回旋的45度的，这就因为这个脚没扣，还是亏了正方向。好，这个动作好，你看你进攻我啊，抛，我回旋，你看就是抛了，我走你不认你就没了，你看你进攻啪，就这个动作，再进攻一下看，回旋，你回旋呢，不要回旋，对，回旋站不稳，你看为什么不稳呢，你因为重心往前呢，你收的时候变成往前呢，重心在后腿，在后腿，你打完重心在后腿，不要往前，往前你站不稳啊，所以说步不稳拳就乱，步不快当然拳慢了，你拳打得太快，你步不迈进去，在这里打干嘛，你步一旦进去你就进去了，抛你步伐要进去，回旋步要稳，不稳你拳就打不来，左边左一边打抛，停停停停，再扣一点，因为你这个重心变成这样的，人重心又在反应，这个东西我把顶住了，好，再做一遍，接住嘛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接住回旋，你要做慢动作，回旋在这里，哎，太高全下面全部暴露也不好，你看你会是变成这样高全部暴露，长一点，承肩垂肘，哎，好，做慢动作不要连贯，停，你看屈步太大了吧，属于太大了，你收一点就拢了，等一下再画，你还有一个空间给你画，好像全你不收回来你怎么画呢，你不收回来就这样，就是怎么画，你打完了这个步不收回来，你等下不能没办法，你变成这样脚跟摇摆，那就不行了，走圆形走的，所以走边门，我走前面你就还在这个方向，不要靠拢一点，这么圆干嘛，拢一点，对，那么圆，那么圆打什么，接近打，走这线前进，对了，回旋，对，过步前进，过步前进，对，打，你来，你打，你打，我看，就这个动作，这边，打，换向了，换向，这个讲一下，不能反向，反向一旦起腿很危险。正面呢，除非前摆踢，那背面是背，如果是脚的话，差一点，懂吗？不要就这样，有这样双环方向，一定要这个方向。好，像我做靶哈，我做靶，对，距离你要控制，你不要一定进攻的一定太近，太近也不行，刚刚好，你不要这样才能打到哪边去。刚刚好，对，快速有力，对，过步前进一，这叫过步前进，这叫过步前进，过步后退，过步后退，敌人在后方，转了，对啊，敌人在后方，就对了，我进攻了啊，左边，右边。对，对，你进攻一下，就这个动作，回旋，走，这边，再来一遍，对，就这个动作了。我们静止的练完，
一定要有动感能力。两个对搏的时候不可能站在那里，他都是有进有退，有闪有躲，有吞有吐，这个动作伸缩进攻，然后要打得到，对，回旋，我做靶，我做靶，对，回旋，步伐你要做成那么大，走脚一点，手收拢，手收拢，对，一让我破阵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进来了，我破阵了，对，你破阵看。对，回旋，啊，基本动作，单练那边看，你不要停下来，就这边嘛，你走到这边，旋一下就没了嘛。对，敌人招风，停，累啊，敌人招风，你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步伐，尖端就在步伐，左方向。变右方向，后方敌人来了，变方向，敌人进攻我们就后退，如果敌人不进攻我们可能进攻，我们前进，后退，前进，前进，转向，如果敌人在左边怎么办呢？左边就转左边进攻，对不对？大炮炮回旋，有力，干净利索，有力，准确，好，下个动作叫下巴击打法，顾名思义，下巴下巴就是把对方在肋部到胸部这个动，对方击到这个方位的这种动作，啊，因为全后手就可以吧，后手专门管这个方向，就胸口以下的动作都可以管啊。扒完，当对方拳来的时候，回旋的这种动作可以扒开，直接进攻。直接也是用掌进攻，啊，所以叫下巴，就是对方的拳要把它扒往下，带按带扒的动作，同时进攻，回旋击巴，下巴击打滑，再回旋，下巴击打滑，你看进去往你要后腿，你后腿要跟，你既然进了，你后腿要跟进去，退的时候后腿再退，你专门进去就变一个腿了，懂不懂？用掌根才有力，走，预备，对了，敌人招风看一下，视线要看清楚啊，下巴是这个拳来了，你往下扒拳进，回旋，敌人招风收嘛，你打完都要收，收停在那里，我要看一下有没有错，你不要都打完就这样收，后腿都有进前进的动作啊，八八直接同这样八，你不要再环上了，八走回旋，好，接着下巴哈，你看下巴击打滑，回旋后脚先退，你看变成这个动作，你看下巴击打，眼睛挑前，前实后虚，回旋，呈四方反手法，做一遍，八，回旋，对，这个动作，王大爷，我做靶，现在我做靶，你看，八，打，没关系，啊，对，眼睛朝着我，八进来，眼睛看这里，这里，哎，回旋。我进攻你，用力一点，好，力点到八，回旋，要求是掌根，掌根才有杀力，你不是变成这个动作了，懂不懂？他胸口的地方，按正常是用拳，当然用这个打就行了啊，眼睛平视，走，收，回旋，下蹬，
要求你让你变成直度的，他变成九十度不行的，你这个方向收的会走一样，一定要扣四十五度。眼睛来下蹲一点，来头看前方，拳一般它不是从左前斜方向进来的动作，或者脚都可以，八王走，回旋。回旋，眼睛看前面，眼神你在哪里，人在哪里要注意。我们这个释放反手啊，为什么停的啊，看一下啊，敌人在后面也可以变成击打化，回旋，敌人在后面你全来了，就这个动作，在左边转左边，下拉击打，回旋，后面来，有时候后面把都一样，不管哪一个方向，当你做这个动作要做准确。再来一遍，就进攻跟前进，进跟退你要还手庆祝。我，你按这样子转就转没过来，正北正南南北，你转了这个方向没转过来啊。好，转向扣，对了，再过来一点，那就到位了。眼睛平视，成格斗式。那对方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捞开，你看这个是在这个方向，捞开打这个方向，你扒开进攻，力要从后脚弹进来啊，还你慢下去不行。你看你进攻，我扒开，我步伐还要进去，才要这样才能走啊。像我进攻你哈，用力啊，啊，加油力。对，前先走，再来一遍啊！预备进攻，对，打了，好，这个跟打头部又不一样啊。练，没疤，下巴没有啊？好，回旋，敌人在后方，所有敌人在后方，这样变成反方向了，这样反方向走。对，居然的话就要往这边方向走，进攻了走，进攻了走，退步可以走，啊，退步，退走，退走，可以跟步退后走，啊，也可以跟步前进走，需要如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这个动作了，下巴击打。下巴击打，下巴击打，对，敌人在后方，你这动作不要紧张，左右要分清楚，你刚才反了你是不清楚啊，啊，如果是这边那就是右手扒，如果是右边的话是左手扒，你看这样的方向是左手扒，右手打，回身后脚退，如果是放一边那就变这样，左手在前呢，那就护手是要扒主攻手打，好打，敌人在后方，徐步没到位，你手步伐要准方向走，这个记一下呀，不要紧张哈，你这个腿呀，步伐要收回来，等一下才能再花，你不收回来这个动作，你再这样怎么走，一定要收回来。那主要这一点呢，眼睛还要看人在哪里，记住了没有？好，那下巴就要单向动作走，回旋，扣了没有？眼睛不要看，主要你自己有感觉啊，进去有没有感觉，你要说马不能破，步伐不能破。好，现在对一下动作，拿起来，你看进攻了，对，用力，这个没关系，你要求不带推带转的动作，真打没关系，你打我，对，不走，你看你打我一下看，八这个方向走啊，预备，我做吧，对，眼睛灯不要闭，好，再来，对，就这个意思，重做一遍，
要打得走啊，啊，打得走，马步穿进去了，你看，你打一下，马步穿进去才能走。你不滑不掉，到这里方向已经力尽了，你到这里力尽了，不是人就走了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对，哎，这样子，带正带推，单单推你可能还不行，这里要受力，脚跟要受，掌根要受力，预备动作哈。如果打起来，你不是现在力，一刹那力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力还不够，哎，这样这样才算力啊。我在现在在运动中打你了，就这个动作，对，现在你打我看一下。不，来，啪，再走，还没打你就跑了。动态，你看我在那个方向，走，你不要进去，进到这个地方，这样滑梯不是有劲呢？对了，就走了吗？你还没到，你走什么呢？对，这样才有劲呢。你还没在脚，随着步步快，全在慢，就这样，你变成慢了。你步伐到了，这样滑梯就有够了。前进，我前进，你进来后退，后退前进，前进，我前进，你后退，好，前进，我打你了哈，对，还是没进，好，预备。